对吧哈？嗯，对了。今天呢，哦，会给恁安排的是，他们在我板头社区哦。啊，你呢？这个时候嘛，较欢喜的，你不敢情不愿，对吧？不会哦，哦。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而已，哎，哦，总哎，你妈嘞，就那个笑嘞，哎呀，人恁孙哦，那讲哎，好好耍，你那个妹，啊，可以按这个脸蛋瓜。来到这边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牛的嘴貌，也会，哦，阿公哥讲嘞，海岛的探子温达达啦，哎，咱的准备牛山，把恁金牛山大声，我会啊。哎呀，讲不完，恁大家心头嘛免得归完。可以看到江南大圈哦，江南大圈，这个是咱恁台湾这边哦，主要的一条那个灌溉用水。哎呀，放儿子你哦，俺这里出来，俺就在家里啊看。哦，哎，放心。那前面呢有一栋那个二楼的透天厝，那个是我们的光华据点的第二边。哎，人讲坐火车看风景，坐船就爱看海，坐火车讲就爱看板头社区的风景。坐你的游览车，讲钱较省。啊，这是糖果鸟跟我们的什么鸟？西瓜鸟。嘿，所以这边就是咱的糖啊工厂啦。你甲看，红色。嘿，到暗时的时阵，黄昏的时阵，一规溜拢变粉红的色的。所以咧，玉米甲叫三芙蓉呢，还佫一个绰号叫做千面呢，就千面的美女，哎，百变啦。好、哦，来。可能树的世界之美，树比之树呀。咱从这边拢用麻叶呢。不过，你来看，伊这拢一道网，好好，啊，有哪个搞，搞搞了，搞个连起哩。伊这刚刚用两万外地网，搁来做做，才可能树花。可能我先讲的树鬼之树，有可能出一树鬼吼，所呈现的美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夏天的时阵，伊是规丛咱青的；到秋天的时阵，伊规丛咱金黄色的；到冬天的时阵，伊跟有水果哩。但是这个都是由我们社区吼。的妈妈啊，下去做的。什么叫生态水池？迪士尼来带哈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呢？咱若当先将垃圾搞布搁带嘞，带嘞了，咱个来抗洪。安尼，咱的水慢慢特别慢慢就不流失的这么快。啊，咱这些收款这拢是阮社区的志工哦，应该蛮有好的想象力，所以我做。哦，阿爷去搬台垃圾。哦，搬到阿爷，欢迎恁大家来到阮搬头社区参访。吃，无人关心，无人听，无人口罩，无分啊车啦。哎，对啊，伊口罩是要做啥物啊？哎，你有看到这囡仔头那只？哦，对啦。对啊，我啊，所以这样，我们都经过讨论哦。对啊，我刚来个做执行的工作。我们的社区营造得很好，又是义工，大家都很辛苦了，啊，做得哦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哎，不错。我们呢、啊、会学习，跟你们一样。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？没有没有，什么改进？你们这里哦、啊，看起来我们要和你们学习呀、啊。谢谢。好了，好啊，好，我叫你们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谢谢啊，拜拜。